其实这个导演其实我还蛮不喜欢的啊。怎么样？就我们上一次哦，那个我们有请他帮我们拍那个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对，我们化妆化了两个小时了，然后我们走过去大概20秒不到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这次也是你们演的很久。对，我们也大概是化了两三个小时。而且还说，哇，你们演的很好哦。我们也没什么演。导演可以让我们再多演一些吗？对，加戏加戏啊，加戏了。动力很综艺咖。哪里？我们是以那个颜值担当，颜值零，就是颜值零。所以他是靠才艺，这边才是靠颜值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二三，我很好变，只需要都用几滴眼泪就会闪现。迫不及待又掏心掏肺。